我是公万列车上的110人。4月18号，台北双机场飞向7:07，814。刚刚有列车，刚刚有飞机要走，然后这边是蛋黄哥，飞往金门的蛋黄哥A321B120。有人还要降落，来，左边降落中心。ATR-72600型螺旋桨靠近左边降落。超帅的，我这个安全那么慢。